个主导企业其实非常的多，但是也非常的强，强烈的一个很有竞争力。市长也介绍说，有7万个啊主导企业，那么带动的就业有40几万人，非常可观。对我们台湾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各位也若记得知道，就是蔡总统在选举之后提出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它的主要的主轴呢，就是创新、就业和分配。所以呢，中小企业在创业上的贡献往往比大企业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大企业呢，它的生产都是在市场上是到国际去，它的雇佣员工呢，可能是要被机械化去生产。但是中小企业呢，往往是怎么样呢？都是能够，它是规模不大，但它雇佣的员工跟它整个的获利或营收来比，其实是非常重要。中小企业能够留在台湾，能够增加台湾的就业，这个对我们来说远远比很多企业它把很多工厂移到台湾去，那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所以我们有讲过，就是在未来的这个整个政府的经济政策里面呢，其实很简单，不需要把就业放在我们的经济成长的模式的主轴里面，就是谁能够增加就业的企业，我们要多去它。就是意思。对就业对台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就业不止对经济发展有帮助，同时呢也能够让所得分配更均匀化。当然要把台湾产业呢留在台湾，那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面对很多挑战，遇到很多客户。那我讲这个挑战客户，意思就是说呢，产业要做转型升级，要做面对国际的竞争。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经济体，我们所卖的东西不可能只有不容易，当然也有了，比方说我们的食品啊、观光啊都在国内。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是产品是特别是工业产品，我们通常这样的能够要行销到全球，或者至少要能够跟全球竞争要跟国际间的产品来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随着全球化，随着很多国家它的这个廉价劳动开始在应用之后呢，那我们的产业要走到哪个方向去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看，我自己过去的离开行政部门有一段时间，也在企业界停留了一阵子，我自己也深深有这个感触到，企业界面对竞争是瞬息万变，但是呢，每一个企业呢，只要我们的方向定了，我们有这个信心把握，其实企业都可以往前冲。最怕是什么？最怕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方向是不明确的，不知道政府的政策在哪里，不知道企业发展政策在哪里，或者有一个困难一直在那边绕了半天不能解决，那就是变成像企业竞争上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方向能够确定是非常重要，同时要能够克服困难，把所以过去我们所若有的困难已经放在那边有一阵不能解决了，我们要面对要发现。这是我想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来看。那当然未来台湾产业发展里面为什么我讲台湾中小企业很重要呢？是因为中小企业台湾的中小企业呢非常有韧性跟弹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随着市场改变，非常的可以很容易调整而且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加上怎么样，台湾产业链非常完整，就是你在这边呢，不管你做金属的、做机械的、做电子的、做化学的、做什么的，你都可以找到同行帮你去相辅相成，这是台湾产业非常强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地方各种产业各种技术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希望利用这个优势呢，把未来的一些发展能够结合起来，然后让每一个企业都能够找到我们未来的前景。所以我是来520之前，我在政府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们每一个产业，我们大家跟政府一起来想想看，我们未来产业的明天在哪里？5年、10年之后在哪里？我们要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